深来支持我啦，30块咯，会当走起。30咯，4个。30块，一条的给你嘛，阿峰一条的给你嘛，哎，用一碗茶来取代嘛，麻烦些。来，多少个？30咯，多少个30个？你是等我你爬山回来啊？哈，30几个。4个。安尼八个，38，这么卖无一半。一包卖500物件，卖无一半，可怜。好，下饼了，我来了，饼了，我来了，他来搞地气钱，你几个？9个。9个。来50块，50块的。哎，我看我上面也当卖你了，一个你简单的先给我卖一个香酥啦，香酥啦，哎，免摸甲济啦。这个好来，哎，我先甲你卖一包物件啊，哎，足济物件拢我入面，你怎啊？来啊，好，十个啊，苏三明伊嘛要来就对啊，伊嘛要食完啊，10个啊，好，10个啊，来啊，我先摕这个拢无卖过的物件，先摕起来卖一下，好吧？这拢好吃的物件，这个物件我即摆摕起来，这拢是上好吃的物件，我拢会为这种几样物件开始开我的店。我恁食饱嘛？啊，咱拢袂好白甲你讲，只要人一去买，你看这个物件会有抢的哦。啊，这个物件我先袂，几乎啦哦，唔敢讲100%，这若破了一排拢结束嘛，你听了袂？这人下尾就拢过来啊，这鱿鱼圈啊，鱿鱼啊，伊来预炸过有无？预炸过。你若来啉酒啊，小食铺拍鼓，啥物迄鸡脚肉，伊至少面，一碗钱了过来100块。啊，你一包钱啊，你讲几啊个哟？几啊个加几啊个的？咱这个物件，咱家己怎个吃？吼，食到第一，食到咱就安心啊啦。还佫比外口较俗，300-500拢咩？你要食这个物件，这囡仔上爱啊。我这两包只，请你食4包拢互你好不好？应该大大只，200块咯，来200块咯，香酥鱿鱼圈，来200，这真正好吃哦。尤其你若人到咱大家胖，3包4包拢起来，开200的话，200块，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，谢谢。靠，人要食这个，这叫广式瘦肉粥。几包拢了，这当然你也加皮蛋加青咯，条条就做好食的哈。这我一点我要煮偌济，像我讲煮条百二，安尼像我讲百二加百二偌济，也是300-500，免你四零外，你食看嘛，真正做好食，一百了，来100块了，来迄个广式瘦肉粥，100块了，试食看嘛。来一包，咱要食广式瘦肉粥哦，100块而已，100块，拢有啊吼。到内尾就咸鸡吧，迄咸鸡用煎的烘的炒拢好食哦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即我招牌哦，300上面一个300块，一条300，两条300，这条搁上你啊，我这条搁你来300块上面一个咸猪肉煎烘，啊，150咯，来150咱们试一下无，150块咯，拢有啊，等下我来好啊，这条我也顶顶好咯，有青好咯，这里哦。有人要吃这个吗？还有酥很少。这花枝月亮虾。A D I T Y A。花枝月亮虾。A D I。真真季节好啊，哈。那底也无飞机下银替你钱啊，一袋200，两袋400，三袋600，唔免600，唔免300，200咯，200块咯啊，200块。这袋够上你用，四袋拢个200块咯。来，迄个月亮花枝虾饼200块咯啊，来200块咯，200块咯。各位刚进来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赞哦。里面一百了，多少钱？100块试吃看吗？100块。哟，100块试吃看吗？100块了。花枝月亮虾饼100了。我先吃一个。来者。100块，人要试吃看吗？100块。有啊。我那老会当吃掉，我没有关系。我一包了，来箱冒了，一箱个冒起来了，我袂卖了。有人要吃这个？这叫骰子牛肉，这等下咱家用烘的、用煎的、用炒的拢会当。这一包我要做一个套餐啊，420，420加420偌济？也是。两个人份，三个人份，800-600，都唔免啊，三个饼一个开500了。来500块上面一个骰子牛肉500了，一包搁送你500，一包搁你500，一包搁你来500上面一个500块了，500块了，一包搁你，三个了，开500了。来500块上面一个骰子牛，
500公里，阿公你是不是早吃了？有。想买没？想买没？来三个买买就好。三个啊，五包装起啊，开500就好，来500块就好，三十两，500公里。大，你今日买啥？到人要食牛啊，两虎骨鸡腿，这拢无骨头的哦。这阵看你要煎咩烘拢会动，500、400变300，上面一个300块，300块了。牛啊，两虎骨鸡，一支骨头拢无300了。你搞买300哦，我今卖卖哦，全部送我你吃了，300了啊，300块。等我一下。牛啊，两虎骨鸡腿上面一个300。我要做，我要做几只？4支、5支、6支、300块要吃无？牛啊，两个，拢有啊吼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百五了。来，到人吃不了，要150的。吃不了，你卖免讲，你买一半拢会赚。你甲我讲，我就去做啊。百五我也要啊，我走算你好。啊？系啊，我老板。啊，这我免分分了无？而且你送加钱。来，你啊五包。来，谢谢你啊。你有买一包去啊？谢谢。安尼就安尼就安尼就，我先走。啊，你别走。咱啦，先买啥嘛，先买啥，无人给你吃。上面就算你的，大500好无？哪地？一地五百，两地五百，三地五百，四地卖五百，先收。下次再讲，五地啊，500好了。哎，阿姐，我叫你按摩了啊。来500，搁有要吃鳕鱼的无？500拢有啊吗？有我就收啊。搁有人要买较少的？来收着。来，搁有要吃啥物？要吃啥？我讲啊。我今日早拖出了四十包，有早迄个三点嘛来，有早高干包鱼，有三点钟，有三点钟啊？啊，三点钟有无？三点钟有，有啊。我不吃，没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早是要买。等下，等下，我等下上回。哇，你开箱也买起来？等下。哇，你长度买啊？开箱超济啦。超济，大包子啊！今麦无人，我袂晓买啦，歹势。全部人，伊也提起来，也卖你一个尔。你袂收着，第二天收偌济？收偌济？收偌济？收贵啦！哎，一万块一啊！我看下，看下。两千四。还要食这哦？我讲我今日是啊，早这来哦。注意听，我是无你早这出来哦。我是中秋前两三天，我早这出。啊，卖我唔知效果好，我真正甲你惊着。我唔知效果好，最近你问吃贵，我不好食。本来人家你甲我讨钱，我拢一直当作人家要甲我买了细粒包，一包50，结果人家是要来讨钱。哦，这正包啊，这若这正包恁搁食袂了，我真正无法度啊。正包鱼，哦，正港钓虾，哦，搁破沙正包鱼，想要食啊？搁阿不是个，搁卖一包尔，我卖两包就好。我卖这种物件，我。恁无在就甲我嫌着，恁无在就甲我，你取个外来，你无在就甲我嫌着。我招两个人去，哦，唔免1800、1800，拢唔免啊。我一包卖你500，收俗就买袂着啊。两个人去就好啊，400上面就是400块了。搞定啊！400块了，正高刚包，400块了，这有行情啊，这袂当我白花伊啊。400够要来无？我发的，来多少？来，那个买了啥物？我来化解，这恁阿爱食哦，这个小阿好好食，这恁敢要食？这你甲看，这叫玉米布丁酥，这一包1公斤，这当个真正做好食的吼。来，这小朋友的最爱，这一包免300，免500，我招三个人去，啊，你先给钱的先了，100了，来100块了，啊，这100块了，100块了，100块了。来，来个买啥物物件？铁路排骨面要几钱？来，到人要食铁路排骨，这免300，免500，这等于真正的就好。来200块，上面食铁路排骨，一地200，两地200，三地200，四地200，五地哦，你好啊，这两地再送给你吃，200块就好。来，铁路排骨，够人要吃无？来，收着，好，来看要啥？咸鱼也来啊，咸鱼又来一届。来，到人要食咸鱼的，龙尾青鱼啊，好。来，到人要食这个咸鱼啊，300、500，免这两碗，等于真正的你甲厝里讲200了，我2块哦，你3块哦，你。
四地哦，这地个来五地，两百块三块钱，拢我清理，两百块了啊，来两百块了啊，来两百了，来两百块，要钱拢我清理片来无，两百块，拢有啊吗？大哥，你买啥物？买迄小龙蛋糕。小龙蛋糕想买了了，青梅啊，买三百二啊。啊，好啦，叫伊下班回来。我无买袂，拢是我买起来。你敢有要食啥？一个两百块。啊，你敢有要食啥？对啊，姜母我敢有要食。我就三个人计搞买姜母。只要肥硬，无我买一包，是要个煮几多？这。这汤头做炸了百块钱，三个人去，一包鸡母也免五百，免四百，先给钱先赢，三百差不多一个三百。你搞买三百，一包羊肉搁送我你吃，一包搁送你，一包搁，全部上三个，第四个，啊、我全部拢无啊，一包够你啊，一包五百够你，一个你啊三个啊，左边你啊，哪三个？左边这边就可以数了，哦，没有，三百一千多。你敢有要食这個？你总共是几个人去？我看到两个啊。哎呀，这个啊，这个比的吧，你也倒会行手嘛？还没有。我去，我去，来啊！大等下，我搁补充。歹势，歹势。来，看人要食这鲷鱼下巴。这鲷鱼下巴，你着用煎的，煎出你甲煮一碗柠檬胡椒粉，够香的啊！一包才大包，免三百，免二百，你免含吧。